笑话吗？好，就是这个笑话。没有，今天没有带。怕到我先坏掉。好，然后好，那我先讲笑话。就是有一天，小明他遇到神明，然后神明说小明可以许一个愿望。然后，哎，请问我可以变得比林俊还帅吗？我觉得你这个愿望有点不太实际。啊啊啊！哦，那我可以有女朋友吗？我帮你变得比林俊还帅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哦。对的。哎，大家知道为什么伊索比亚没有药局吗？因为空腹不能吃药哦。下一首 ，Take Five。